它其实里面有两样东西啦，这边是面膜，然后这边其实是一个蒸剂，它是一个精华霜。哦，对。哦。所以就是它让你敷完面膜之后直接擦这个，因为它里面精华液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先挤一点出来。你看，是这样子的。这么多。先挤一点出来，先挤一点出来，因为它精华液非常多。超多的。对，然后你可以先把这个精华先用三个人吧。好。 然后待会我们再把那一块那个面膜布把它敷上去，然后它里面这一块膜布啊比较特别，它是生物纤维面膜，看起来还是很 Q 弹，对，你看其实它精华还是很多，对啊还是很多，好冰凉，好爽哦，哇，好舒服哦，对，其实在夏天敷你会非常的舒服。 非常服帖，就有一个像一层薄薄的小果冻，肠粉上，对，这个应该是你头上滴下来，它都不会滑，不会，真的，甩它都不会掉，这个我喜欢。其实市面上生物纤维面膜很多嘛，那其他有一些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敷过其他品牌，有一些很厚，对，老师你用看，它这个有很薄的更贵哦。 对，因为它就是制作的工艺比较困难，因为以前那种厚的，就是它会同时加很多很多种菌种。老师，你现在打开，我们又不能用。对啊，我让你摸那个，那摸那一块。它没有，我们看那个就好了。对，摸那个洞。我要敷我的脚，你自己摸。你脚。对，那因为已经打开啦。因为你知道那种厚的啊，因为它加很多菌种嘛，所以你想哦，每一种菌它生长的速度不一样。对。所以你就会发现那种厚的，你仔细看它的厚度其实厚薄不太一样，对，不均匀。对。 因为生长速度不一样，但是这一片呢，来第一个你会发现它很薄，非常薄。第二个它的厚度非常均匀，对，所以它里面只有用单一种菌种，对，所以那因为单一种菌种，所以它生长速度跟生长方向会一样，同梯队，同梯港梯啦。然后重点是这一片面膜，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要帮逸轩用这一块？因为它其实面膜有分很多种，包括我们刚刚你看手上也有这种，它也有美白的，然后有抗皱的。但是我现在帮逸轩敷的这个，它是紧致跟拉提。 不要到天天敷，因为它其实算是比较高级的，漂亮女星都是早上来一片中午下午茶还一片，走路的时候如果你隔天啊，比如说你隔天有重要，比如我们要拍那个宣传照，我每天都没事啊，我就是想敷不行你，每天都要保养，偶尔啦，偶尔你可以一天像刚刚新梅讲，一天就敷个两三片，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天天这样做，不需要，然后重点是为什么要帮他敷，因为它里面有成分叫龙血素，龙血素，对，龙血素我不晓得大家是要套高粱喝的那个吗？它是蛇酒吗？那是龙虾血啊，你刚刚讲的龙血素是吃素的素，叫龙血素，它是从龙血树，就是求啊。 吃素的素，叫龙血素，它是从龙血树提取出来的。那棵树，对，那棵树提取出来叫龙血素。好，时间到了吧？差不多，就敷十五到十五分钟。那要冲水吗，老师？可以不用冲，如果你要直接睡觉的话。还有那一管呢？对，还有那一管，还有那一管。好，我把我那条墙走。好激动哦！哦，哎，真的耶！ 好，然后呢，接下来就记得要把这一管，因为它其实是你看，然后一管很多，所以一管就是整张脸，对，就一管就是整张脸，对，很多耶。你记得敷完面膜一定要擦这个哦，一定要擦。我觉得已经紧了，这个面膜也太重成本了吧？一般人在敷面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不能把面膜当成全部的保养。老师，那说实话，老师这一片多少钱啊？对，我刚刚有问老师，一共两百多块，一片，其实算便宜，医生说先回来讲，对，而且我先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刚刚用的那一片面膜跟我现在用的这个精华霜里面成分其实不太一样哦，刚那个面膜里面是什么？龙血素，龙血素，龙血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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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树很特别，因为它的那个木质很松软，然后它里面可以储藏大量的水分，所以我们用在那个精华霜里面，就是可以帮我们皮肤加强保湿，很亮。而且我整个皮肤现在是很镇定的状态耶，刚刚是红到爆。对，你看它刚刚其实非常红，但现在完全。舒服，有紧致，对，有紧致，对，轮廓线，下巴轮廓线又回来了，对，你看那个水边都没了，拍特写哦，真的，不要带到下台，漂亮。
哇，逸轩的脸真的拉提紧致好多，连靠这么近都看不见毛孔，所以只要好好保养，就能拥有水煮蛋般的肌肤。